先喝点东西吧，你流了不少血，需要补充营养。 你口口声声叫爸爸的这个人，就是杀害我们父母的凶手。少佐阁下，您怎么会在大佐的房间里？严谨大佐外出开会。 走前叮嘱我将他的杜鹃花拿出来晒晒。
最近行为异常，我派他们暗中监视，发现李克明在和日本情报贩子秘密勾结，私下交易，行为可疑。李副理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呢？开始我也不信，后来我想通了，此次供票炸弹的行动中，我们被严警利用了，这很奇怪。细细了解我们，这不是全部的原因。作为行动负责人的他很可疑。我还是不相信李克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的露露小姐，你太天真了。 为什么他李克明心甘情愿地冒桃子李钻，他的反常行为只能说明他有问题。就算他没有真正通日，起码也是有重大嫌疑需要隔离审查。李克明通日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吗？如果公司里有人通日，对于祖国危害甚大，我们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小心！ 知道我要逮捕他了，露露，我命令你立刻逮捕李克明。可是经理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李副理有通日的行为。哼，我可爱的露露，你还不明白我的话吗？他快要狗急跳墙了，只要给他一点机会，你我都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。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逮捕李克明，如果他敢抵抗，我给你授权，就地枪决。 哥哥，你能帮我送个包裹吗？小姑娘，邮寄应该去那边的邮局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十分着急，你就帮帮我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看你这么着急的份上，我就帮你。谢谢哥哥，地址就在上面，20分钟内有送达。回头你让那个人写收条带给我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好吧，没问题。 进来。什么事？这个邮差说有您的急件，必需亲手交给您。谁让你送来的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，她让我亲自交到您的手上，还让您亲自写收条。她什么时候给你的？她让我务必20分钟之内送到。趴下！ 不上瘾。 李克明呢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专员看样点的路上发现异常情况，按照你的指示，
就地击毙了。不过死了也好，就算是等到了总公司的处理意见，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怎么，还有什么话想说？不必顾忌，说吧。吕克明，自昨晚落网以后，一直在我的看押中。想要要你命的人，应该另有其人。 在哪里？我要看的是证据。除了你编的这个宝石的故事，还有什么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我要再告诉你一句：你我现在已经是敌人了，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必定是你的死期。
你要的证据我找到了，我说过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。严谨不仅只有你一个女儿，除了你之外，她还有25个孩子，这些事情你都知道吗？这回你有编什么故事？我没有编，严谨其他的孩子都已经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 证据呢？证据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爸爸是从来不会把重要的东西留在这儿的。我想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严谨在这里有密室吧？不可能！你别在这信口雌黄了。看来严谨就没有真正信任你。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这就是真相，这是严谨一手策划的，严谨遗孤成长计划。 西西小姐，您是找严景大佐吗？爸爸不在。是，那我帮您去找他。不必麻烦了，我也没什么事。坐，请。西西小姐，那我先出去了。 就是从前野家的一个族徽上掉下来的。我查了严谨的资料，他和前野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。
齐齐小姐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带你走的。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了真相，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里。现在，我是来实现诺言的。你不该来的，可惜，一切都太晚了。 说的不错，你不该来的。西西，啊，你很惊讶吗？啊，其实很简单。当我得知特高克昨晚值守的特工今天早上没有回来述职时，我就知道有外人来过了。让我猜猜，应该是你的姐姐。 叶希，你是我众多儿女中最优秀的，可是如今你却变得这样迟钝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是你的感情。你住口！是你杀了我的亲生父母。没错，是我杀的。我还杀了你姐姐的父母，因为他们仇恨大日本帝国。 没什么，知道吗？嗯，我们大汉民族天生就是来统治你们中国人的，知道吗？更何况，现在你的头还能回吗？这些年来你一直效忠你的仇人，杀害了你的众多同胞，中国人会怎么样的看你呢？ 在他们的眼里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哎，你就是一个。
听我说，西西，露露，你听我说，现在就得让他一个人冷静一下。他刚知道真相，他需要一个人去调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就算你找到他，也无济于事。只有等他自己走出来，他才有可能重新面对你。行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刚才这么一折腾，我假死的情况很可能会曝光。当务之急就是找一个秘密的、安全的落脚之处。20年前的桂海清是印刷厂的学徒，机缘巧合被懒猴发现了印制伪钞的天赋，所以他成了懒猴的徒弟。桂海清在印刷技艺上甚至超过了懒猴，这成为他发展事业的一大助力。你是说他参与了20年前的伪钞案，成为了日本人的帮凶？当时的桂海清只是个学徒，是否自愿很难说，但我知道桂海清在加入国民党和 CPA 之后，就一直想方设法要掩盖这段历史。不管他当时有没有参与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既然他想掩盖，这说明他知道这件事情是错误的。你还把这件事儿翻出来，你想干什么？既然我都能调查出这些事情，你认为日本人会不知道吗？我是怕桂海清因为这件事情被岩井要挟。那你为什么不跟禁令摊牌，或者直接上报呢？我不是怕他心虚吗？这还没怎么样呢，就派你盯着我，还差点被灭了口。那你应该谢谢我，给了你一次活命的机会。谢谢。她美吗？美。她叫曼珠沙华，又叫彼岸花。彼岸花只开在冥界三途河边的忘川彼岸。据说长长的黄泉路上，彼岸花是唯一的风景和色彩，血一样的红，铺满了通往地狱的路。这是世上最奇特的花，开花的时候看不到叶子，有叶子时不见花，生生世世如此轮回，花叶永不得见。我们的身份就像是盛开的彼岸花，花是我们的职责，叶则是阳光下的荣誉、喝彩与理解。走上了这条路，我们这朵花就永远只能开在暗处，终生见不到磊落的叶。你的灵魂已经渡过了忘川，忘掉之前的种种吧，把过去的一切留在彼岸，就像彼岸花一样，让自己在通向涅槃的路上绽放得轰轰烈烈。裁缝铺遭到了袭击，吉文已被确认死亡，我们是否要宣布西西的叛逃，命令特高课全面拘捕。谁？岩井健二吗？谁是如果你不想办公室见血的话，就别让田中那个家伙在窗前窥探，否则会……
上面记录着你与白龙族的秘密交易，以及你利用奇闻诈骗，谎称获取活动经费，实则中饱私囊的证据。我想，帝国军部以及大本营一定会很感兴趣的。谢谢。我们好歹也有十年的父女感情，万事不要做得太绝了。怎么做，就要看你们了。我想我们两个人的私仇。我这一枪怎么样？距离目标起码超过了800米。哼，西西，严谨真的不敢公开你的身份吗？放心吧，我手上有他中饱私囊的证据，为了他的钱和命，他绝对不敢公开宣布我叛逃，甚至还要千方百计替我打掩护。再说，除了严谨，唯一知道我叛逃的田中已经被李小子给崩了。喂，你叫谁李小子？我可是副经理，你将来如果还想回 CPA 的话，还得靠我。得了吧，我都听姐姐说了，你现在可是死人了。西西，你不让严景通缉你，难道是为了继续潜伏在日军做卧底吗？当然，好歹也为他们白打了十年的工，如今是要收些利息了。只要杀了严景，就没人知道我如今的双重身份。你要杀严景？这无异于自杀。放心吧，他不敢公开抓捕我，我手上捏着他把柄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暗地找我。日本人不断增兵华北，战事很快就要爆发了，组织上特别重视你现在的工作。战争一旦打起来，CPA 的资金流通就会受到影响，上海公司的经费保障也会出现问题。嗯，桂海清已经表露过，国民政府有接收上海公司的意图，我想这也是他在 CPA 工作这么多年的目的，渗透拉拢，最终把 CPA 控制在他们的手里。公司内部其他人的意见怎么样？其实除了桂海清个人，公司的其他人心里，包括总公司，都不买政府和国民党的账。而且这一次桂海清本人也出了问题。国难将至，必须以抗日大局为重，目前第一要务是摧毁日本人的伪钞工厂。组织上交代，因为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还存在相当一部分投降派和中间派，为了保护抗日力量，要尽量保住 CPA 战斗和抗日的独立性，不能沦为他们操控的工具。